不可以早上跟不得已人的成果。我们介绍了四点，接着介绍定中学人当心的三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从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一直到读诵大圣，劝进弟子，八个不是一条。第一条，人品；第二条，表诚；第三条，大成菩萨发心。这三条是一句佛，我们今天想要累积多福的，但就第一条自居能做到，那么你的修行道上呢，这自居像个地基一样，帮助教养父奉事师长，自己菩萨第十三业做不到，后头的什么叫做受持三规具足众戒，什么叫做读诵大圣，就是这样。那大家明白了，为什么我天天读无量寿经，我也受持三规了，我也受了五戒菩萨戒了，服我的了没有啊？为什么呢？你那个瘦的只是第一次看的，瘦了读了，只有福报而没有福的。为什么？你那瘦吃饭的你就是做作家，五戒十三怎么读？读诵大圣一部无量寿经，从无始佛闻到地寿不停，这都不如何清净呢？那大家就明白，咱们做的是不是一个外表的呀？不能够说没有好处。那你今天受持三规矩，读诵戒，读诵大圣，也劝人家去念佛法门，但是因为自己内部能够得真实利益，所以您所修的，你只是得到福报，那福报倒是不错，那受到有福德，这恐怕还少。佛教我们修这个大福德，就从三福第一句就行。世人呢、啊？不管你学佛不学佛，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奠基的事。学了佛了才知道，我们能够孝顺自己家里的两个老人，你那才是真正叫做修大福的。家里的父母就像两尊佛一样，自从学佛以后，道理明白了，可惜的是，子欲养，今天呢，亲不在了。在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啊，总是追求名闻利养，追求物欲享受，没有把教养父母放在心里，比如说天天忙着赚钱，一年有多少趟的时间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？那看看自己父母啊，总是好像在
交叉一样，敷衍敷衍一下，怎么样呢？让父母有看到我的脸就算了。那个椅子啊，人家说那个椅子都还没坐热了就溜了。那想想咱们以前年轻的时候，说吊郎父母，说回家探望父母，你说，当咱们想到要探望自己父母的时候，你的精神欢喜心啊，还是一脸的无奈呀、啊？不回去，人家说我不孝啊，这想到要回去，哎呀，不晓得怎么办了。进殿学佛了，咱们才知道。所以咱们今天如果父母还健在的话，赶紧你尽的福德那是正大。你说这个德从哪来的呢？我这是真诚心的正。我回家探望你是正心诚意，不是交谈，不是敷衍。啊，只有那种孝顺感恩的心，对待你的这一念孝心、感恩心，德就在里面。如果只是把父母的饮食起居打点的妥妥当当，但是心里没有孝顺的心呐、啊，那你也只得孝养父母的福报而已。啊，你比那些无地不孝的是好多了。所以佛一开始就教我们修福德心诚呀，还要到哪儿去拜佛，到哪儿去修呢？再说回来，家中父母不能孝顺，你学什么佛法，那叫没有根基的。及时行孝，这是咱们为人子女应尽的孝道。没有条件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借口啊！不要以为自己名成利就了，把父母的饮食起居打点的妥妥当当，说我有照料父母啊，你看我每个月我给他多少钱呐、啊？你看我给他住的是高级的老人院呐、啊。哎呀，我们去看这个父母住在老人院里面，真的就好像是皇帝一样，然后用人伺候的倒很多、啊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多，而实际上不像。一念孝心，把父母的饮食起居打点的妥妥当当，你一个人在家里养一个宠物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看咱们家里养宠物啊，养小猫、养小狗啊，那多不细心的养啊，吃的可是好的嘞。三更半夜，你家的小狗、宠物小狗如果生病的话，你连夜带它去看医生啊。如果咱们父母三更半夜来敲你的房间门，我不。那你怎么办呢？药箱里头的药拿，赶紧拿去吃，明天我再带你看医生。为什么家里的宠物你可以连夜去看医生，他们自己的父母不能连夜带他看医生？回过头来看看，咱们孝道我们的人有如此关切，我们一生的成就都上次于没有父母的生养育，没有父母，所以你要有福德就要